风啊、哎，还行，带的防御天赋吧。刀锋居然不带药王，带防御天赋。多兰剑刀锋，这也能晕着我？我靠！你干哈呢？你是觉得你上来补兵，我能不打你是不是？你给我别吃！看看他有没有骸骨啊，瞅一眼。不好杀呀、哎！一块你可以接受。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打这个、哎、双多兰哎这卡特有意思啊漂亮卡特有意思啊卡特卡特琳娜喜欢送这波俺们不打我知道我打不过他左边有眼儿，兜风去了，我们控线儿啊。这中路人有点多呀。人马好像要上来了。不打了，去趟中路。把这人马杀了，漂亮！哎，不易了，不好易，多行不易呀、啊。想杀着刀锋，还是得升六。哎，不着急。这波他敢抠，但是我不敢打。马上升。哎，给我刷，没有虚区呀、啊。E 都空了，皎月升级这么快吗？皎月就六了，来来来来来，给你吃点塔皮，
不吃啊，您真好。其实你要吃的话，俺俩能吃到三层，你要不吃的话，真的那就算了吧。那我就单吃两层。他都七了，啊，他把刀锋杀了，升了一级呢。先来个这个，再来个这个，卖了，再来个这个。人家吃塔皮，我这挂机了呢。我这是允许他吃的，我挂什么机？我以言是允许他了。这银马野区让人压爆了，先扣一下。那再扣一下，这刀锋一点都不细节。不够细。太粗了这刀锋。我依你一下。我再扣你一下。在这等他啊，别急。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在这等他。这波可以杀。我他妈玩个屁！我操！哎呀！这也太恶心了，怎么还有个腰子？难呐，这可恶的腰子。我吃 E 那是必吃的，因为我们 EQR 完事以后 W 技能，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我放弃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能打过我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可以打得过我了？现在是不是有点狂了？我发现是不是有点狂了？现在呀，啊，小妹妹，你有大招吗？这上一波腰子是给你打出自信来了，我一瞅啊，敢与我抗衡了，太狂妄了。一个上单，不补刀，开始对拼了。我的天哪，是不是有传送？有传送我也死不了。回家。
三项了。十三杠四又逆风，他们家四，我们家十三，看差别了。哎，我感觉我压的不少。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이환이哎呦这都能이환이제압되었습니다赵信的虚区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卡特这种英雄千万不能让他起来啊。我们吃满城塔皮，马上要无敌。那卡特八级，真能游啊！再见，他破败了。那卡特真能游啊！这卡特。瞎跑，把你筋儿给你吃了，吃你的小筋儿。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항상최고를추구해等我来啊，我马上到。就他妈的，维他命，维他命。可干，可干，可干，可干！这他妈的！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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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人有点多呀，谁给套的虚弱呀？坏了，人有点多呀。人儿有点太多了。打个峡谷先锋吧。刚才这一波我感觉我应该能全杀了的呀，蓄区这么低吗？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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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行啊，这卡特捡起来了，不能让这卡特再捡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把他卡特宰了！妈了个巴子的，游走！
送塔了。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这个团战怎么感觉我们家如此之难打呀？为什么呢？赵信要出饮血剑吗？哎呀，不能再单挑了，不能再单挑了，要打团了，再不打团要玩完了。他必须得死，再追再追，今天必须全杀。伤害那么高呢，这 AD 没打我几下啊，不能让这卡特再捡了，还一直捡没完没了了呢，还把这个炼金朋克巨链除了。我们怎么没见着赵信这人呢？跑走了。大龙能打不？二十秒。哎呦啊，这是怎么打着的呀？我闪一手来，我全死。这银马我能打过不？费点劲哈。银马没大。让这腰子下来，好滚！杀 ADC， 给我点死他！这不飞他，漂亮，飞死他！这卡特的虚区是真有点高啊！哎，别的收割。卡特伤害那么高呢？那一个大随随便便转我，就转我一管那血。
你信哥是真能推，一顿推。这塔让他推的，一直推。没有卸手，魔抗才50，那他也没护甲呀。那一样的，谁也不能说现在这魔抗100多、200多。上高上高上高！俺们家皎月16级，我操！确实这等级是有点高啊。哎呀！大树，大树有点惨啊，飞的有点远，飞进了人群之中，上当了大树。你搁那干哈呢？跟我俩二人转是不？好高的虚区，能不能一波？推推推！你信哥最爱推塔了，这是你信哥最爱做的事儿。我们也推，快点的，快点！给假猴一个机会，转运了吧？这皮肤一换是不是不一样了？